好的，观众朋友们，此刻我们看到的是武林龙中对优德终极格斗赛 YFU 的比赛。我们在中国郑州河南广播电视台凤凰广播厅为您带来本场比赛的实况。我是评论员雨辰，在我身边的是今天的特约评论员韩燕儿，欢迎韩燕老师。你好，雨辰好。这个女孩海来武萨莫，还有就是参加了新锐赛的，也是这个郭强搏击的额吉约布，在第一回合就 TKO 了对手。没错，我们来期待一下达德马里在这场比赛的表现哈，因为彝族的运动员他们通常在摔法上都会比较的优秀嘛，是，而且比如像布和尤嘎这样的运动员啊，在进入到地面压制的过程当中也会显得非常的强悍，地面能力都还不错。是，那我觉得达德马里又来到了郭强搏击，我估计在战力上的水平应该有不错的提高啊。嗯，那这场比赛是检验他的时候啊。是，上来节奏还是比较快的。对，彝族是就是有一个叫什么彝族摔跤，是不是也是他们传统的体育项目？是的，我记得好像是问过布和尤嘎，他说什么？对了，那边是无摔跤不快乐，还是？是的，所以这个感觉应该是很好的。对对对，不管是重大节日啊，还是平常的消遣啊，可能都会这样。就是他们对于摔跤的理解，就是一种体育运动方式，就跟打篮球啊，然后打羽毛球这样，其实是不错。哎，这一上来达德马里在短暂的适应了之后马上进入到比赛节奏啊，连续打击给的不错，然后也逼迫了许常文被迫的去半摔对手，但是却被对手压在了身下。我们现在看看达德马里在上位的表现如何，对，看看能不能去，首先是压制住啊，就控制住对手，就保持好自己的这个目前的优势把位，然后另外看看在保持把位的同时能如何给出自己的进攻输出。对，打头抽手。对，现在右臂是被对手牢牢的控制住了，这个也没有问题了，肯定被对手夹住一个手臂，但是自己现在左臂的动向和位置就会显得比较重要一点。继续顶对手，在龙网上，你的左手可以打他，你在龙网边的底角啊，其实现在综合格斗对于龙网边底角的，就是现在看到这条黑线的技术要求是越来越高了，就是龙网边的这个卡角处的位置，继续顶对手。现在右臂虽然被对手圈住啊，但是可以在对手的腰后去搭一个扣，然后往外拉对手，不让对手起身。那许常文也是非常的坚强啊，也很坚决，借助龙网从半跪到起身，去绊对手，抢一下，破坏对手的重心，右手抢一下，右手抢一下。然后许常文现在是抢对手一个腋下啊，就是在这个位置，就是还要把对手往上去提一提，然后另外一只手也可以对去抢个腋下给顶膝，然后看能不能把自己给转出来，不能持续的被对手给顶住啊，小心不可以抓龙网。刚才吴金龙老师也是提醒了一下，对，脚贴子很好，分指手套，找机会用你的右膝顶，我觉得这是下意识的动作，就是尤其对于年轻运动员来讲的时候，用右膝，顶膝给的不错，在这个位置还是持续的去顶住对手，去破坏对手的重心，要绊腿。两个人在身体数据上差的不多啊，身高是差了1公分，臂展是差了2公分，所以达斯拉里在这段时间连续的把对手顶在木网边，还是讨了不少的便宜啊！因为对手对他左臂的控制，从地面到站立的过程当中，一直都不是特别的好，所以你能感觉到，就是在地面的时候就可以打内部打头，然后到了这个位置，两个人其实就是换了一个维度的压制啊。缓一会儿。对，如果你把俩人现在这个动作放到地面上，跟刚才很像，跟刚才是一样的。对，然后只不过在这个位置，达德马里就是上肘又会变得比较舒服一些。推开，达德马里也是越打越兴奋啊。高扫给出来，漂亮。踢几腿，我们不打拳，踢腿。接下来我们看要怎么去打站立位置，自己的进攻输出。对，对于许常文来说，这会儿要打得稍微冷静一点啊，就是刚从腿式里出来的时候，千万不要上头，就是着急着去打对手。
对，漂亮，给超人拳，跟对手给了一个迎击，可以，对，现在去顶对手，但是时间有一点点短了，就是如果许常文能从就是刚才我们说被对手顶在龙网边的这个锤势当中早一点出来，或者比如说早一点抢你一个双腋下，然后我能够用自己身体的拧转把我自己给拧出来之后把你给推开，然后我再去打这样的战力，可能对他来说时间再早一点的情况下还是会挽回一些颓势，刚那个过程有点长，没错啊。许常文赛前还说要稳步开局，但实际好，我们来看第二回合，尤其是看许常文要怎么打，就是您刚刚说的，就是他的这个稳打稳打的这个劲儿啊，我觉得第一回合好像用的有点不对。是，我的前手，在站立过程当中，看看许常文能不能多给一些自己的进攻输出啊。换两个，步伐压制对手，跳后攻，不要等啊，对，就等的时间有点长，就是你在第一回合已经拿了颓势的情况下，第二回合你还在站立当中等着去打防反啊，那可能在主动性和侵略性上就是弱了，对，有点不足，因为毕竟综合格斗它是一个鼓励进攻的比赛，是，就是你一定要打出自己的进攻输出来。对，你看只是步伐去前顶对手，去压对手，但是你又没有办法把对手顶到死角。比如说在综合格斗当中很多啊，我用我的拳一点一点压迫对手，把对手顶龙往边之后，或者身后没有距离之后，对，夏天爆出来漂亮。对，就是这样的进攻对他来说是需要的。对，我不管压对手，拿我的进攻去压对手，压完之后我要干嘛？就像这样，就是你身后快没有空间的时候，我突然间跳出一个下拳，就直接把你顶在龙网边。那好，这个做的非常好。对，就是我现在可以稳扎稳打了。没错。对。对对手，慢慢对起身，对，继续顶对手，对，顶到对手。哎，对了。就是你自己的两条腿一定要站稳啊，然后就在龙网边，两个腿要略微打开一些。我们现在还有许常文的一个问题，就是把对手带到地面之后啊，这个能力我能够看到，但是压制对手的能力有点不足啊。就刚才很好的一个位置，就很一些有经验的运动员可能会选择在对手的背后就双手搭一个扣，就是一旦你想要起身的时候，一个外拉动作就破坏你的重心，就又下来了。他刚刚这一点没有做到很到位，所以造成这个达贾马里很迅速的，对，很快就起身了，就破解了。对，而且到了龙网边之后呢，就是又被没有顶住对手，被对手给转出来，然后又被给推开，继续回到站立。刚才的那样的动作对于许常文来讲，冷静啊！我估计应该不会太好复制了。就是以这样的一个模式啊，就是我压一压对手，然后下潜的抱摔，把对手往地面去带。可能不会那么轻易。对，你看又是这个抱摔动作，马上，对，因为下潜的速度没有那么快，没错，就是对手就是我稍微一撤，然后能够顶住你的肩，然后你基本上就过不来了。又是一个，你看又被防住了。对，这就是我们刚预测的那个劲儿啊，就是你能成一回，就在第二回的时候，就对手就很难了。对，能够有这个防范的时候，也很难把对手给带到地面，而且这样动作，就尤其因为许常文他的突然启动的能力不够，就是速度有点太慢了。而且下潜的又不深，基本上抱到了对手的腰部。对，如果你下潜的深，直接抱到就是大腿处或者你的膝窝处的时候，就成功内踝发力，对，然后破坏对手的重心。你看，被对手给抱了。达贾马里被抱了。好，
达德马里倒是复制了刚刚许常文的那个动作，对，有点像。达德马里这一下其实也不快，但是他下潜的比较深一些，就我刚刚说抱的那个部位的情况，一手抱腰，一手抱腿，然后内踝一发力，往一拉，把对手的平衡给打破了。翻身出来到侧身位去做压制，看看许常文在侧位能不能压住对手，给个加杀，然后但是手没有穿过来啊，就把对手一条手臂给圈里了。在这个位置，哎，有可能会拉横十字，是的，拿背，漂亮，把位没有拿正，对，右腿是没有转出来，对，现在达德马里应该往去转一转自己的身体，转反了，对，又给转回去了。对，你现在在这个位置要小心对手，不要让对手给拿旗秤啊，往另外一侧去转，哪怕对手给一个封闭式防守或者拿一个半防都可以接受。对，自己的左臂要往里转。时间到，看的羽泉都着急了，恨不得上去给他手给他掰一掰。对，双方第二回合的比赛，我个人觉得还是各有千秋哈，就是比如达德马里可能在自己的战力阶段的时候，把自己的节奏拿得会比较稳固一点，但是许常文呢，就是说他还是处于一个进攻侵略性略少的，对，略或者说对略弱的一个状态，就是我们刚刚说。好的，双方第三回合的比赛开始，我们来看一下，尤其是许常文啊，看他的打法上的改变。好的，还是不乏去压对手。其实达德马里还是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出拳的时候尤其是想打自己的后手的时候，习惯性的下压。对，就是如果这个动作能吃住的话，对吧，就是打一个迎击还是很有可能的，而且尤其是两个人身高臂展又差的不多的时候啊，就是很容易吃到部位。对，身体的重量没有压住对手，给顶膝，不错，达德马里做的不错，又是一百。达德马里这个往里进的这个动作呀，总是下压，在防守动作的时候下压，抱着头往里顶。拿背。头对手的动作重心，我要再打开一点。对，又是到了第一回合后半程的一个位置啊。在这个位置，依据我们的经验，达德马里还是能拿出自己的进攻输出的啊，就是有拳也有肘，还是应该能够打出来的。但是许常文，对，要抓紧时间，漂亮，要抓紧时间出来，抱腿单腿，抢一下把对手上提。嗯，好的。继续往里来顶啊，就是达德马里，就是我们刚刚说往内围进啊，就是下压前顶的这个动作，在这会儿特别有用啊，就刚好能顶到对手的下颌和脖子上。抱单腿，没有侧向发力啊，并没有改变对手的重心，没有进入到地面当中，继续转出来顶对手。顶膝不给，看准了顶，看准了顶。两个人这个轮往边的脚力还是蛮激烈的，其实。漂亮，对，推开了。顶膝，哎，又要被顶回去了。许常文就是现在，如果你没有想要转出来把对手顶到龙网边的情况下的时候，一旦你身后有空当的时候，抓紧时间绕出去。他已经连续两次就是把对手好不容易推开了，又被对手给顶回来了。你知道他慢了一点。对，尤其是达德马里这种
上顶比较坚决的运动员，碰见这种对手的时候，的确你的游走还是要去做一做。上头，对，继续用头顶住对手的下颌和脖颈的位置。再给动作，哎，再给动作，又是一个顶膝。在这个位置，其实达德马里还是没有停止自己的进攻输出啊，又抽手出来马上给。哎，对这个位置，对于徐昌文就比较好了，就是推开之后马上游走出来呀，你不让你继续把我顶到龙网上。是，其实，在综合格斗的赛场上，有单有这类的运动员，就是他龙网边的技术会非常漂亮，压住对手，来到侧身位，左手打呀，打有分，左手拿背，好，打他左手打背，你的右手要。控制他胳膊，对，达德马里在这个位置想要转出来不大容易啊，因为只有自己身体的右侧有位置，但是现在偏偏又是右侧着地的一个状态，对，往外要把胯给顶一顶啊，但是抽腿是不大可能，就是如果你要做一个起桥的动作，想把自己给转出来，你的右脚打扣，连续的给砸击，这个位置不好转啊，转出来之后给侧身，慢慢来，不着急，慢慢来。对，就是你顶完之后的这一下，你接下来的移动方向要想清楚啊。就换句话说，我可以让自己再往前，对，漂亮，顶出来之后给背啦，小心对手拿裸脚，这个身体三角已经快搭上了，但是现在在侧身位滑出来了，又到了齐正位。最后十秒钟应该能够扛过去啊，连续的给锤击，对，抱腰就贴住对手把头藏好，好的，三回合比赛结束。许昌文的侵略性在第三回合我个人觉得来的有一点点太晚了，嗯，对，就是他的这种打法整个他有点慢热了，的时候包括第一回合后半程他被对手达德马里定在龙网上的时间太长了，对，但是这其实也算是综合格斗当中一种战术和安排，就是当年马格尼打李景亮的那场比赛的时候，就是两个人争牌前15的那场比赛就是这样，就是马格尼什么都没用，就是把李景亮给顶在龙网上，把他定在那儿，定了三个回合，然后拿到了三个回合的优势，对，30-27结束战斗。所以，但是这一招，我觉得今天对于许昌文来讲，他不是没有把对手推开的能力，他有，但是推开之后，他并没有带来移动让自己绕出来，而是推开之后又被对手给顶回来，推开之后又被顶回来，持续这样的消耗，我觉得有点得不偿失。好，我们来期待这场比赛的结果。这又是一场打满3局的较量，两位运动员在3局比赛打完之后呢，都分别向我们现场的观众还有我们镜头前的观众示意，来表示自己对自己表现的肯定。那两位都觉得自己可能获得了这场比赛的胜利，结果到底如何呢？三位裁判员一致判定29-28，比赛结果红方胜。Yeah!